咁啊喺呢度咧有個請願嘅行動，大家見到我哋嗰個招牌都見到啦，就係、是、促請咧立法會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大家都知道咧，呢、這個議題咧，老實講亦都爭拗咗好耐。喺立法會裏邊咧，亦都睇到有好多立法會議員，亦都不顧我哋大多數市民嘅意願咧，都仲喺度拖延緊，喺度拉布緊。但係我哋民建聯咧，喺過去不同嘅階段咧，都進行過民意調查。咁有六成嘅市民咧係贊成喺高鐵站內咧實施一地兩檢嘅，因為認為呢一個先至係一個最便捷往返內地嘅安排。亦都有多數嘅市民咧，都認為政府提出嘅一地兩檢方案咧，係冇違反基本法，亦都冇破壞到一國兩制。所以今日我哋喺呢度咧有個請願，希望立法會所有嘅議員咧都聽到我哋嘅聲音啦，都尊重我哋大多數市民嘅意見咧，盡快通過呢一個嘅草案，亦都請大家唔好再拖延，唔好再拉布。咁啊喺呢度咧，我哋下口號先，好唔好啊？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民生所向，民生所向，高鐵通車，高鐵通車，眾望所歸，眾望所歸，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今日大家都見到，除了我哋民建聯嘅團隊喺呢度咧，其實喺我哋旁邊亦都有另外一個團體，亦都有好多嘅市民咧係嚟到我哋呢一度。其實個訴求都係一樣，所以好希望喺立法會裏邊嘅立法會議員真係要尊重我哋大多數香港市民嘅意願咧，盡快通過呢一個嘅條例草案，唔好再拖延嚇。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民生所向！民生所向！高鐵通車！高鐵通車！眾望所歸！眾望所歸！連接內地城市！連接內地城市！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草案！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草案。咁啊，稍後咧，咁啊，我哋都會有啲立法會議員咧會出嚟嘅。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睇下你哋有冇邊位想發言一下，都可以冇問題嘅。其實我自己咧就作為一個觀塘區議員啦，我叫張培剛。其實我自己都認為個高鐵咧係好重要，因為自己試過一次咧，喺翻咗一次內地，但係嗰日我要趕翻嚟做咩咧？趕翻嚟就要開區議會嘅全會。嗰日咁啊，好早好早出門，6點幾咧就出門，希望咧可以中午咧翻到嚟深圳，咁啊趕下晝2點半嘅區議會全會，但係好遺憾咧，咁啊人算不如天算，諗住晨早6點幾出門，坐車翻嚟咧，但係喺中途咧都係有塞車，都係塞咗成兩個鐘頭，咁啊嗰次嘅全會咧就遲咗到，所以我認為咧呢個高鐵咧真係刻不容緩。希望我哋立法會議員咧，唔好再拖延啦。我要坐高鐵，高鐵方便快捷。香港幾百萬人需要高鐵，嗰幾十人唔好阻住我哋坐高鐵。好，多謝啊，多謝你嘅意見。係啦，亦都仲有邊位朋友係想發言咧？好，我想問下翻一塊。
民啊，同埋嗰啲民主派啊，日日啊通車之後佢答唔答？佢答嘅是正式嘅歸公營啊！公要開21次會議，舉行了18小時的公。
繼續啊，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通過一地兩檢，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民生所向，民生所向。係啦，各位傳媒、各位新聞界嘅朋友，咁啊，今日咧，我哋民建聯嘅團隊咧，咁啊。在這裡和很多的市民呢都在這裡希望立法會呢盡快通過這個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那麼我們在都給了新聞稿給新聞界的朋友，那麼在以下這個時候呢，我都讀一讀我們今天我們民建聯的新聞稿，我們民建聯的新聞稿如下：促請立法會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香港高鐵連接內地逾20,000公里的高鐵網絡，港人及旅客可透過香港高鐵來往全國多個主要城市，有利促進本港經濟發展。因此，香港社會對高鐵能夠盡快通車，可謂引頸以待。此外，民建聯在過去不同的階段所進行的民意調查，有60%市民贊成在高鐵站內實施一地兩檢，認為是最方便旅客及快捷往返內地的安排。而多數的市民都認為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方案沒有違反基本法，亦都沒有破壞一國兩制。就此，民建聯期望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及顧及大多數市民的意願，早晨投票支持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我們亦都呼籲，即使不支持草案的議員，亦不要採取拉布手段拖延香港高鐵如期通車的目標。以上就是我們民建聯的新聞稿。係啦，咁啊喺呢度咧，我哋再嗌一嗌口號啦！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通過一地兩檢。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通過一地兩檢。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民生所向，民生所向。高鐵通車，高鐵通車。眾望所歸，眾望所歸。連接內地城市，連接內地城市。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草案，通過一地兩檢草案。喺呢個時候，我哋都見到我哋民建聯咧，有好幾位嘅立法會議員咧，亦都嚟到我哋嘅現場。我們都給他們帶領我們再喊喊口號。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通過一地兩檢。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民生所向，民生所向。高鐵通車，高鐵通車。眾望所歸，眾望所歸。連接內地城市，連接內地城市。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草案，通過一地兩檢草案。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係啦，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見到我哋有好幾位嘅立法會議員咧，都嚟到我哋嘅現場，亦都有係啦，見到陸續有好多嘅立法會議員咧都出咗嚟，係啦。好，咁啊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先俾我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李慧瓊議員咧為大家發言嘅。
各位撐一地兩檢的市民，各位議員，各位朋友，今天是一地兩檢條例在立法會恢復二讀的大日子。高鐵呢是香港、香港人、香港社會一個重要而且龐大的投資，未來九月就可以通車。如果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被拉布，又或者是因為在立法會有任何阻滯而令到高鐵不能夠如期通車，這個最大的損失就是香港人和香港社會。所以我們要確保高鐵的效益發揮得最好，要讓到香港社會、香港人在九月份就能夠享受高鐵接入全國網絡的這個便利。我們一定要確保立法會一地兩檢條例草案能夠順利在立法會通過。反對派已經說要拉布，已經會用不同的手段去阻止一地兩檢的法律。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只要我們香港市民繼續向反對派說不，請他們停止拉布，我們一地兩檢的法案一定能夠在本屆會期前能夠順利通過，亦都讓到政府有足夠的時間去完成通車前需要的工作，讓到我們九月香港市民可以一起搭高鐵去到全國的網絡，好不好？好，我們一起嗌一口號，好不好？好，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草案，通過一地兩檢草案，撐高鐵，撐高鐵，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一地兩檢，一地兩檢，民心所向，民心所向，高鐵通車，高鐵通車，眾望所歸，眾望所歸，連接內地城市，連接內地城市，促進經濟發展，促進經濟發展，促請立法會，促請立法會。最後一步，在這最後一步裡面，我們希望我們的法案不要被反對派拉布，不要被他們無理阻延，好不好？好，撐一地兩檢，撐一地兩檢，撐高鐵，撐高鐵，多謝各位。